谢谢。紧接着在我们旅展四天的时间呢，也要送我们在场的朋友呢，有缘人就可以得到逛展呢，就可以送得到我们这个长滩岛来回机票，以及呢香港机票，只要1元就买得到。这个是我们6月17到6月20这四天的旅展呢，就每天都会送出的这个幸运儿可以得到的。再来呢，喜欢这个呢，我们的地表上的最强的神剧《太阳的后裔》的现场的粉丝有福了，尤其是宋太太啊、想要当宋太太的朋友，我们特别感谢五福旅游以及喜红旅游所推出来的《太阳的后裔》五日游，这个呢费用是13900元起，18400元起，通通都有哈、想要当宋太太的千万不要错过喽，这是宋太太的追星行程，谢谢。哇，现场的朋友呢，很多这个眼睛都闪亮亮哈，尤其是我们小资的朋友，小资度假10000元就有找，特别感谢极地旅游推出的香港乐园3天，只要5999元起，而且非常贴心呢，是由我们高雄来出发。另外特别感谢新国旅行社所推出来的巴厘岛5日游，只要5990元起。另外山富旅游也推出了韩国5日游，只要9999元，这特别推荐给我们小资的朋友。再来呢，如果呢想要跟我一样畅游世界呢，一圆梦想的啊，我们畅游世界抢便宜，到底多便宜呢？我们特别感谢友泰旅行社所推出来的土耳其10+1日游，只要34900元起，而且是含税的价格哦。另外，长谷旅游也推出了新疆8+1日游，它的费用呢是58800元，是由我们高雄直飞。还有呢，我们飞美家旅行社所推出来的落基山脉精灵岛11日，只要102800元起哦。想要畅游世界的朋友，千万要在我们这6月17到6月20的旅展抢便宜。哦，我们的朋友呢，就过来就过来。然后，如果没有要出国，时间没有那么多天了，可以去旅游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要选择在台湾旅游啦。在炎炎夏日呢，我们2016热浪来袭的时候呢，清凉消暑山城游呢，欢迎大家。特别感谢十分旅人所推出来的双人房，只要1680元。还有呢，头城农场呢1+20所推出来的价格是2370元。另外呢，我们清境福尔摩沙会馆所推出来的双人房是2980元，谢谢大家，清凉消暑山城游。还有呢，哇，现场的朋友眼睛也闪亮亮的哦。如果呢想要去绿岛、澎湖、兰屿游玩的朋友呢，这个离岛假期啊，夏日戏水呢，这是一定要去的啦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我们特别感谢双发旅行社所推出来的绿岛2天1夜，每人只要2180元。另外，探索国际以及探索国际呢，推出了两个行程呢，特惠的行程有澎湖3天2夜，每人只要2999元，以及兰屿旅游3天2夜，只要5499元，谢谢。哇，另外呢，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美食飨宴现买现赚，特别感谢我们的大巴大饭店汉来海港餐厅。